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集结坎城、柏林、威尼斯、卢卡诺四大国际影展最佳影片金马国际影展的可看度指数爆表。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金马执委会的影展部总监陈小佩为我们分享片单。小佩好。凯英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知道小佩在大学的时候担任金马攻读生之后呢，就一头栽进了金马执委会的大家庭嘛，所以影展部总监的工作非常的辛苦，要勤于跟进国际一二级的国际影展，要知道他们的脉动，还有他们每一年的片单。今年金马搜罗了四金，可不可以分享是哪些代表作品？好，今年金马真的是很有看头啊，就是四金，就是第一个就是坎城影展的金棕榈，对，边境战魂啊。那这部影片是那个法国导演那个贾克欧迪亚他所拍的，那他在讲的是，因为贾克欧迪亚他一向都非常关注就是一些边缘或是社会底层人物，那他这一次呢是主角是一个斯里兰卡人，那他以前是在斯里兰卡打仗的哦，那他就是跟随他的脚步一路从斯里兰卡逃难到法国去，然后在法国郊区展开了非常辛苦又危机四伏的一个移民生活啊、对，那这种就是对于人性的关注，然后又是可以用一种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方式去描述，就是贾克欧迪亚非常厉害的地方哦。那可能这也是获得今年那个评审青睐的那个的原因啊，对，就是怎么可以打败聂隐娘呢？刺客聂隐娘，对对对，那应该就是因为就是他有这就是这种人性的关怀啊，对，让评审大受感动这样子，对，所以千万不可以错过。紧接着金棕榈之后，应该就是金熊嘛，对，柏林金熊，所以是哪一部作品得奖？好，今年的金熊奖也非常的好看啊，叫做《继承人生》。那计程车是开计程车的，对对对、那他其实是就是伊朗的非常有名的导演贾法潘纳西，对，他这次就是自己亲自就是去开那个计程车啊、大家想说他是因为贾法潘纳西他前几年前呢，就是因为他的就是作品还有他的一种反动的思想其实是被伊朗政府软禁在就是国内、不准他出国、然后还不准他拍电影、可是他都用他自己的方式哦、就是像这次他是用一种偷拍的方式哦、像他就是在车就是计程车上就是架了很小的摄影机，然后就是拍就是上上下下的乘客这样子，计程车就像是他的片场一样哦、乘客就是他的演员哦、然后就是他用这种方式去拍出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那除了说就是看起来很像只是在跟那些乘客就是闲聊啊、对，其实是就是也很幽默很巧妙的去反映出就是整个伊朗的社会现状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柏林就是大家看完之后真的是就是觉得、太厉害了，就是用一台计程车用这种偷拍的方式就可以拍出一个就是金熊奖的作品哦、所以大家还是不能错过。这样子的形式非常的特别，对不对？就是在一个小小的车子里面，然后拍出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乘客，然后跟他们之间的互动，对、就是、反映出整个伊朗。对对对、就是在那个就是计程车里面放一个摄影机，你有时候还会看到导演就是在那边转那个摄影机要拍那个后面的乘客这样子哦、而且他很会自嘲哦，就是里面还有一个乘客就是卖盗版光碟的，一上车还在就是问他说你是那个导演吗？你是那个导演，我有看过你的作品哦，你要不要买一张这样子？对啊，就是很幽默。对，好，所以讲过了金棕榈、金熊，我们现在来讲金狮，好不好？这个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今年也是非常的厉害哦，就是它是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导演，而且是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哦。对，那其实我们对委内瑞拉其实很没有什么概念，因为就是离我们很远哦。对，然后就是又是一个新导演的作品啊，只能说就是今年那个威尼斯影展的评审真的是非常有勇气哦。那这个作品叫做《远方禁恋》，它其实是在讲一个就是中年的孤独的男子，一个中产阶级的男子哦。那他很喜欢就是一些年轻男生的肉体哦，可是他只喜欢看哦，他并不会去对他们做什么、对对对。那有一天他就是在街头就是又遇到一个小男生，他就把他带回家要看这样，但是他们就有一些冲突哦。
他们之间反而就是结下了一种很特殊的情感哦，那就是又有一点像是恋父情结这样子的一种情感。这个剧情听起来好像很劲爆啊，可是其实导演是用一种很冷静的细腻的观察在讲述这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微妙的转变呢、啊、对、嗯、所以就是比较喜欢同志电影的那千万也不可以错过这个金狮奖的作品啊、嗯、对，那最后是卢可兰诺的金爆哦、嗯、所以洪尚秀又来了可以帮我们说一下他拍了这么多有关于感情的作品错恋又有什么不一样。好啊，就是韩国这个独立导演洪尚秀，有在关注影展的应该都会知道他哦。那他其实经常都是拍一些很低成本的作品，但是又非常的有趣哦。像他常常就会以一个导演为男主角哦，就是有一点点自嘲的意味啊。然后这个男主角通常都是有一点就是好女色这样子、嗯、然后可能在一个意外的状况之下，他就是邂逅了女主角，然后他们就会展开那种短暂的交会这样子。那他这次呢也是同样就是用一个男导演，那他因为要去参加一个映后座谈，就但是他太早到了那个地方，结果在乱晃的路上就遇到了非常美丽的女主角，然后他们就先是去喝一杯咖啡，结果渐渐的又晚上一起去喝酒哦。那这个导演就是这个故事你看就是他其实是两段式的、哦、你看譬如说他们发展了一段之后好像就是啊这一天结束了，结果突然又回到就是故事的开始，同样的场景怎么又一样啊？可是其实它就是，但是后面的发展却又渐渐的不同啊。它就是要借由这种方式，就是去呈现，可能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之中啊，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或是一念之差，或是就是一些命运的改变啊，让两个可能就是让两个人的命运有了完全不同的就是结果对、嗯、就是你看他们其实很像是在就是也是一些闲聊啊，就是话家常啊，讲自己的感情啊，老婆啊，或是一些生活，但是就是又非常的有趣哦，就是怎么会把这种就是人生的一些就是闲聊琐碎的事情、嗯、就是拍得这么有趣，又反映了这种人生百态啊、嗯、就是我想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听过那个就是一些关于红衣小女孩的传说、哦、那他们就是那导演就是希望说把这种本土的这种乡土传说就是运用到就是类型片就是恐怖片里面来，就是拍出一个真正属于本土的一个恐怖片、哦、不管是他在演员的表演，然后就是气氛啊的摄影啊这些掌握上面啊，就是都非常的恐怖。所以就除了金字招牌以外、嗯、我知道今年也有很多国家角逐奥斯卡外语片的代表影片呢，他们会先在金马影展先互相 PK 所以帮我们介绍有哪些精彩的作品。好像是要先讲的是那个代表匈牙利的那个索尔之子哦、嗯、这部片也是很厉害哦，就是新导演的影片，然后在那个坎城拿下那个评审团大奖哦、嗯，对，那这个导演他是那个匈牙利的电影大师贝拉塔尔，就是他之前有跟他一起拍过片哦。嗯，那他这部片其实像今年是那个等于算是二战结束70周年吧，然后他就是拍这部影片，其实也算是有一点就是纪念的意味这样子。嗯，然后他的主角是一个在那个犹太集中营里面。他其实是犹太人，但他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就是被处决的人清理掉、啊嗯、然后他的就是他最有看头的地方就是他的摄影哦、啊，就是他从头到尾就是跟拍那个主角，然后用一种浅焦的跟拍，然后那个画框之中就是背后有一些很残酷的事情发生哦、啊，你可以从那个画面反映出就是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的恐怖这样子。再来还有那个像是代表葡萄牙角逐的那个1001夜，然后这部电影哦、喔、也是今年就是国际影坛的一个就是奇片哦、喔、对、嗯、因为它总共有三部曲哦、喔、然后总长度就是其实有6个多小时哦、喔、然后那这个导演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自己风格的导演哦、喔、叫做那个 Miguel Gomez，它其实叫做《1001夜》，其实跟《1001夜》的故事内容没有什么关系啊。它只是去借用它的结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就是等于像是有说书人这样不断告诉你各式各样的
发生在葡萄牙这个国家里面不同的故事、嗯、然后有的非常的奇幻，有的非常的荒唐，有的又很幽默、哦、那其实导演就是要用这种反映出就是葡萄牙整个社会的现况这样子。那就是虽然这电影就是好像长达六个小时哦，但是不用担心哦，因为它其实有三部，每部大概就是两个小时，然后、嗯、那它的故事其实也不是有那种就是关联的，就是等于像是你在看很多不同的短片集这样子，所以你可以任意的选择你要看哪一集啊、哦，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地方。再介绍一个就是。代表那个墨西哥参展的《命悬六百里》哦、嗯，就是我觉得今年的就是中拉丁美洲的电影真的都非常的精彩、哦，像刚刚介绍的金狮奖也是都是来自拉丁美洲啊、哦。那像这个是来自墨西哥，然后这个导演也是一个新导演哦。那在柏林影展也是拿下了就是最佳就是首部电影奖。那他是那这部片他请来了一个就是明星啊，就是提姆罗斯。对，然后他在里面就是饰演一个警探，然后在他讲的其实是在那个美墨的边境经常有一些走私啊，然后就有青少年就是跑去美国要买枪，然后就是走私到墨西哥，然后就是在买枪的过程之中，就是这个警探就是要逮捕他们，结果他们就是一失手就是把这个警探就是打昏了，结果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就把他就是一路带回了墨西哥哦。对，那沿路他就是透过就是他跟这个警探的这个青少年跟这个警探的相处啊，其实他反而自己好像有了一些就是莫名的感情哦，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路回到墨西哥，然后又遇到黑道老大的一些追杀这样子。那整个故事到最后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转折哦，是一个就是在沉稳之中又非常的紧张刺激的一个电影哦。嗯，所以影展部总监的工作真的非常的看片量非常的大，对不对？每一天都在筛选和浏览，所以啊、要吸引你眼球的好作品，你觉得有哪些的必要的条件吗？还有这个工作吸引你最大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好，真的就是每年就是大概要看好几百部的电影哦，尤其是像如果我们去参加就是柏林或是坎城影展，就是每天就是从早上星星还没出来看到星星已经出来，早上天亮的时候就是七八点就要赶场去看电影，然后一直看，然后就是一直看到晚上，有时候看到三更半夜，有时候还有午夜场哦、嗯、就是看到一两点哦，那一天大概是五六部跑不掉、哦，那就是当然在看的时候就是在戏院里面睡着，真的就是在所难免。对对对，如果有时候其实片子很好看，可是你还是生理条件无法支持。对，但是如果就是譬如说你看一看觉得很好看，可是你睡着，你醒来看一看还是觉得很好看，那这部电影就是真的很好看，没问题。对啊，那我觉得要吸引的话，就是其实像我们其实常常看电影，就是你看大概前十分钟。就是你大概就知道这个电影大概是的调性，对对对，然后你就会选择继续看下去，或者是把它淘汰这样子啊。那当然，就是当电影看多之后，你就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新鲜感就不再消失，你就反而会去注意到它的一些风格，嗯，然后就是是不是比较创新，对，或者是在一些摄影方面，或者是它要讲述的内容这样子，嗯，对，常常就是会有人说，哎、欸，你的工作怎么这么好？就是哇，就是出国看电影哦，嗯、就是好像很有趣，非常欢乐，对啊，就是、嗯，可是其实是就是也还蛮辛苦的、啊，就是因为你除了每天要看很多电影，就是体力很操劳之外，你也就是要有那个判断力去决定说，哎、欸，这个片子就是虽然好看，可是它适不适合你的影展的观众，然后适不适合台湾的观众、嗯、就是你要能够去取舍，就是在电影就是在策展跟那个影片本身之间要做好一个拿捏，就是要吸引观众，可是又不要那么的商业，对、嗯、就是这就是一个就是策展的艺术、嗯、对啊，没错、嗯、他其实就是从两个贫民窟的小男孩，他们就是哎、欸、家附近开了一个披萨店，就是他们就觉得哇好像很厉害很好吃啊，就是
想要去吃，可是就非常的贵，于是他们就开始一直想办法要去赚钱，要就是吃，想尽办法要吃到那个披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啊，可是他把它拍得非常有趣啊，然后而且就是他反映出了就是当地的一个人民的一个生活。的专题规划上面其实也是延续的奇幻的这个精神呢。今年的奇幻世界里面的片异常的缤纷有趣，可以帮我们介绍几部？有来自日本那个动画大师细田守导演，对他的最新的作品那个《怪物的孩子》。那我想有在关注动画的人应该都有注意到这个作品哦。那他其实在七月的时候已经在日本上映了。然后就是也是票房就是超好哦，对，大家都非常期待啊。那这个片子呢，就是也是延续他过去就是非常奇幻的风格，就是在讲一个少年他就是穿梭在人间界跟怪物界的故事啊。然后在怪物界就是遇到了一个就是老师，就是带领他就是练习武术这样子啊。那当然细田守的故事也是有很多就是情感非常细腻的地方啊，像他之前是在讲母子，那这部其实就是在讲父子的关系，也是看了会非常感人啊。对，然后就是这次那个细田守导演他也会亲自来到我们影展啊，就是跟观众面对面这样子。对，所以除了动画之外还有别部吗？想要帮我们介绍？好啊，那我再来推荐大家那个《鱼男悲歌》啊。对对啊，这部片其实在我们那个公布片单的时候就一直接到那个关注的电话，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呢？原来他是那个就是现在在台湾有一个很红的综艺节目那个 Running Man 的那个里面的议员李光洙所主演的、啊、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他从头到尾都是带着一个鱼的头套，其实你看不到他本人啊。对啊，那他其实在讲的是这个男主角他因为参与药物实验，结果突然就是变成就是一个鱼头人身的一个怪物哦，结果那个就是上了媒体之后啊，就是大家一会儿就是把他就是当作神一样的崇拜啊，可是又因为一些丑闻，然后大家又一会儿把他就是弃之如敝屣这样子啊，然后他就是借由这个来反映说整个就是现在媒体生态的一个混乱啊，很奇幻很有趣哦，光看那个鱼头的造型就会很想要发笑哦。对，那我们不免俗的，我们也是要想请你打破所有专题的界限，可以帮我们分析你的自己的心头的 top five 吗？你的私人片单还有为什么选他们的原因。好，我要先推荐大家，就是因为我个人非常的爱看恐怖片。恐怖片，对，那今年就是出现了一部让人非常兴奋的恐怖片啊，就是红衣小女孩啊。那这个片是那个也是一个新导演叫做陈伟豪他拍的第一部长片作品哦、喔。那他今年也有一部短片《保全员之死》，也是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创作短片哦、喔。那他非常善于掌握这种类型片的气氛啊、场面调度、喔，所以这部《红衣小女孩》也非常的值得期待哦、喔。那这部片是由那个黄河跟徐伟宁对所主演的哦、喔，然后再就是我想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听过那个，就是一些关于红衣小女孩的传说、喔、那他们就是那导演就是希望说把这种本土的这种乡土传说就是运用到就是类型片就是恐怖片里面来，就是拍出一个真正属于本土的一个恐怖片、喔、那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真的看了很多恐怖片、喔、所以就是其实很多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啊、不构成惊讶的那个要素，可是这部片真的让我就是有一种不管是他在演员的表演，然后就是气氛啊的摄影啊这些掌握上面啊，就是都非常的恐怖，而且重点是因为他就是取材自我们的生活之中、原汁原味，对，所以后来就是回到家的时候就会都会有一点毛毛的，看完回到家都有一点毛毛的、啊、对，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就是这种类型啊恐怖片的观众，我觉得真的要看一下、喔、不能错过。 对，然后啊还有一个也是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给合家观赏的、喔、就是披萨的滋味、喔、它是一部来自那个印度南部的影片、喔、那我们印象中的印度片常都是歌舞的宝莱坞哦，那这部其实完全不一样、喔、它反而很有那种就是像伊朗导演阿巴斯的作品那样子的感觉哦、喔、它其实就是从两个贫民窟的小男孩，他们就是哎、欸、家附近开了一个披萨店，就是他们就觉得哇好像很厉害很好吃哦、喔、就是
想要去吃，可是就非常的贵，于是他们就开始一直想办法要去赚 钱，要就是吃，想尽办法要吃到那个披萨、喔、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啊、喔、可是他把它拍得非常有趣啊、喔、然后而且就是他反映出了就是当地的一个人民的一个生活这样子啊、喔、然后我觉得就是爸爸妈妈也很适合带着小朋友去看这个电影啊、喔、对、嗯、然后还要再推荐那个摇滚爱重生，对，那我自己很喜欢就是跟音乐有关的电影啊、喔、就是60年代有一个非常红的乐团就是海滩男孩、嗯、然后它里面的主唱就是布莱恩威尔森的故事哦、喔、那它这部电影它分成两个部分哦、喔、一个是在讲布莱恩威尔森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天才，但是就是在创作上面又遇到了一些瓶颈啊、喔、所以就是又就是酗酒啊嗑药，就是渐渐陷入疯狂。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是他中年之后，就是他陷入疯狂之后他接受了一个就是有点变态的一个治疗师的那个帮助啊、喔、然后就是演到他中年的时候是由那个是约翰库萨克所演的、喔、就是那就是影片就是交叉在讲他这两个时期的故事啊、喔、那就是我觉得这部片的演员就是除了刚刚讲约翰库萨克还有那个保罗丹诺，然后还有保罗·吉马蒂跟那个伊丽莎白·班克斯，就是这几个演员就是已经就非常的有看头哦。那他也是用一种非常就是也不是把这个人神化，而是用一种非常有血有肉的方式去呈现他的整个生命的故事哦，我也非常的喜欢这样子。再来要推荐的一部是那个《霓虹公路》哦，这也是一个南美洲的影片哦、嗯、对，我今年就是真的很推荐南美洲的影片，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就是我们平常感受不到的，就是对于就是叙事然后在影像上面的一种生猛的力量哦、喔嗯、那像这个霓虹公路它其实在讲的是就是在巴西的那种草原上面哦、喔、他们其实有一种专门去巡回表演，然后就是有点类似斗牛的，但是他们会在牛的身上就是涂一些荧光剂啊，女生就是带着就是码头，然后就是有一种一些那种色情秀这样子。从这个电影可以看到当地的一些就是生活的一种不同的方式啊、喔、然后还有他们对于整个环境的变迁是怎么样去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对，嗯嗯，最后还有饥渴救援。对、嗯、然后再要推荐的是一个就是黑色喜剧啊，饥渴救援、啊、那这个故事很简单，它从一根绳子开始啊，就是它的地点是设在那个巴尔干半岛，然后从这个等于算是联合国的救援组织的人，然后他们发现哎、欸、有一个地区他们的水井里面居然有一个尸体啊、喔、所以他们就是怕为了污染当地水源，他们就赶快去要把那个尸体弄起来，结果就是偏偏他们找不到绳子哦、喔、就是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把那个尸体吊起来，于是就展开了他们翻山越岭要去寻找这个绳子的过程啊、喔、那当然中间就是遇到很多就是一些军方组织的刁难啊，还有一些就是各式各样的困难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要一一的去破关，就是想办法找到这个绳子啊、喔、是一个非常黑色幽默的喜剧啊、喔、嗯，这么多好片，观众朋友赶快买票就对了。今天非常感谢小佩帮我们分享年度片单，谢谢小佩，谢谢凯莉，谢谢。